可以穿到 L 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可以穿到 L 号，它是这样子宽松型，然后整件雪纺可以看到它的白很美，它这个是做压克力的设计，所以它不会重，就是轻轻的这样子。它的特色就是在它的那个链条是做统色的，很有质感。而且这件呢、啊、好穿，就是它不会跑掉，就是你可能在活动的时候不用担心你的肩膀就是会不会跑起来这样，它完全不会，它就这样露下来。然后里面穿个小可爱就好了，它是完全不会露到你的腋下哦。然后是双层荷叶设计，完美版型。对，而且这个粉很漂亮，它是干燥玫瑰粉的种子，后面是有拉链设计的，就穿出来方便。这个可以搭配刚刚的牛仔裙也好看，然后是宽裤也可以，这样很像一套的，我发现，就是你们可以搭配像这样宽裤类的，很像连身裤，超好看，有一点像。有点像，搭起来有点像一套的。搭，而且这种就是让 L 号的人，我觉得是大家穿起来呢都会很丑，因为它就是露出你的锁骨的地方，然后把你肉的地方都遮住的。然后它的袖宽也很足够，所以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，好不好？然后它是很滑布的那种面料雪纺，就是比较质感的，所以不易皱，它的垂度才会这么的漂亮。这边、侧边都很美。好，这个是粉哦。那长度拉出来给人家看一下。好。拉一下，放拉一下，这个是不会太短的，是标准的，所以长度是这样。正常长度吧，正常长度。宽度、长度是这样。好，那因为穿高腰的话，我就把它围扎进去，感觉比较好看。好，另外一个是白色。白色。你们有配长裙类的，我觉得都很适合。这种也是真的不退流行的款式，但我觉得今年的做的这个比较新，就是它的这个很好看。对，它链子很好看啊。对，它不是金属那种的，所以戴起来呢还蛮舒服，它是还蛮轻的，而且它是那种颜色配得很漂亮，因为一般都是做金色啊，有没有金色的感觉？它是这种蛮气质的。金色如果做那么大条，就有点会不会被砍下脖子？人家以为是金项链。好，它就是做同色系，我觉得很有质感。好，这款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拿它，因为它是真的很好活动。你看，就算举手放下来，它就会这样露下来这样子。好，上衣边号15号，15白粉两个色号，白粉。